人的。哦，他们大概在桥三个，剩下五十秒。好，桥上两个，喷泉，主要是杰瑞啦。对，嗯，所以杰瑞去打，杰瑞是守护者。对，好，我剩下三十五秒。好，好，请先下。啊，哈基呢？我来了。OK， 直接跳水。好，哇，他们家里，他们都是不是回来了吗？应该是没有。我在，我在赢一堆，赢又一堆。嗯。本机本机本机，青椒吗？本机本机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那边。我赢又走，赢又走了。觉得有点尴尬，是他们家里的人还是不动啊？本机你没有盾，你没有盾牌啊？哎，刚刚被清掉。哇！跑快跑！这颇尴尬，杰瑞还在那边。下一波吧。在我们家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呦！哎呦！好，我挖到一下，一分。感谢。他们守的好死，好麻烦，可恶。没 TNT 啊，有 TNT 就赢了、欸，可以炸一下，炸一发，要换一发，要换一发 TNT 吗？感觉可以换一发啦，可以换一发。可恶，他差一滴血，给他跑回去了。巧克力正中桥。嗯，哇，他应该他应该吃饱了。假巴。聪明的人就这样死了。嗯，本机小心，本机小心。右边喽，右边喽，右边喽，右边喽。右边有人是不是？他也会叫。他们来了哦，三个人来了哦，家里有三个哦。啊，我们发光没了，尴尬了。你先做盾牌吧。三个，小雨、酱油跟杰克。小雨、酱油跟杰克，所以巧克力是守家喽。还是他？哎、欸，被挖了，一下。好，花季偷到一下，偷到一下。一下一下，再偷一下我一分，好一分了，不错不错，继续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，有，啊，我的手快抖了，快死了，快给我一分，给我一分，啊，三个人都回来了，太紧张了，他们家里现在是一堆人啊，应该回去了，应该是都回去了。为尴尬，我发现我有个超级大弱点，是我打架的时候会憋气，这样子会喘不过气来吧？你快死了吧！哦、打完之后就会发现，哎、欸，怎么脑袋晕晕的？哎呀，家人脑袋缺氧。对对对对，而且手还狂抖，这样。等繁星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剩四十秒。然后在家里哦，家里有人来了，家里有人来了。走走走走走，跟你下去好了。好跳，我当你的门神。笨鸡，你也太可爱了吧！笨鸡做个盾啊，你需要盾啊？笨鸡救出来了。好、哦，有就好，有就好。嗯，有他们，他们。哎、欸哦，你父亲？哦，你跳下去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哇塞！声东击西，声东击西，我声东击西呐！哇哦！神盾机器，神盾机器，神盾机器！好可怕哦，那个声音！那还没死啊？我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我死了，我也死了，我也死了！那团团，那直接上来好了啦！好，你说我也直接上去吗？好啊，对啊，跳水，我们跳水下去玩。好，来吧。反正，嘿，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晕晕的了。为什么、啊、你也来憋气了吗？你是笑到缺氧吧？哎、欸，繁星走上去了吗？我上来，我上来，我上来了。好, 好, 好，我在上去的路上。哎、欸，我蹲在这个转角，你们走进来的时候不要吓到。嗯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任务啊？欸、我们都没看到、哦。算了，没事。他们把水堵起来了吗？不是、啊，所以任务是什么？全都带啊！蛋糕吃蛋糕吃蛋糕，他妈吃蛋糕！现在吃蛋糕啦，所以都在家吧。哈基，你在哪里？我在。在路上了，在桥上。好好好好好，我看到你的手收了。哇，八七猪队友啦！走开啦！我气死！走走走走走走走！你要这么快下去哦？上面有猪队友，不然我被打下去。哎、欸，队友。
猪队友把猪队友打死啊！猪队友打死。小雨你好。耶、yeah. ，死了。八星猪队友真的是八星猪队友哎、欸。哈哈哈哈哈。来来来来来。我想说，怎么有个事，怎么会有四件事传送敌方在我们旁边？结果不是，只是个猪队友。你们到底要追我到什么时候呢？我死，你死了，好了，不追了，不追了。我们的村民怎么这么嗨呀、啊？你看他们一直在跳、欸，一直都是啊。他们想移动啊。想走放我走、欸、可是我觉得跳水他们都会在那边堵、欸、那就自己拿水桶那个、啊、那我们去干那个、啊、干那个高难度黄金要不要干他好救命啊！你不是会跳，你不是会跳吗？你直接摔死了！背后，看到了，好好笑、哦。想挖大哥，你知道你现行了吗？大哥，我准备好了。我不相信你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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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家里有嗨杰瑞，好久不见、嗯嗯，好久不见，我走了，嗯、拜拜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干嘛？放信，放信啊！我踩到陷阱了呢，我死了。巧克力在用，在家里，瞧一下在家里。对啊，你看家里四个人，一个 TNT 哦，这是很爽、哦，是全部送走。有没有要换一个啊？一个都要换一下吧。一个绿宝石，我们来换一下，我们往内冲。绿宝石那些，然后去换一下，换一下。哎，彤彤。你好。你给我再给我三个金。绿宝石，要绿宝石。给我三个金，我要做。要14个哎、欸，绿宝石。给你。哎、欸，这里的树皮怎么刮掉？没有东西刮。表示说是刚刚有人激斗啊。这直接，哎、欸，人来了。人来了，来了，看到了，哇，阿基，哇，有人要我杀死了，四个直接进攻家里，都在家里面喽，我不想理你们了，我要直接走了，来了，家里家就撑住啊，家里要失守了，家里要失守了，繁星要过去了，这月子撑住啊，太多了。失手了，太多人了，快点！放天梯，哎，干嘛？哎呀，可惜，没放到，差一点。我也挖几次啊？看一下。对，我可以看。核心，我挖4次。哦，核在哪里看？哪里啊？第三本书哦，原来是变书了。零零零啦，你三次哦，阿纪。啊，我四次，我四次了，我也四次，可恶。没关系，我单次最高破坏。胡萝卜，下一场拿就知道了。对啊，你们下一场拿了就自己就知道了。什么？每个人都拿胡萝卜？你没看到我沿路上面都是拿面包吗？这是今天的彩蛋亮点。彩蛋，作者没跟你们说吗？没有，那你们没有拿吗？没有拿，为什么你们不拿？不知道可以干嘛，我就没拿，所以你们才没拿。你们等下下一堂可以拿拿看。你看你们拿就知道了。你们发现我们队友都拿那个萝卜跟面包吗？我是想说他们是想诱惑你啊。没有啦，
团，全部人都在养繁星一只。对啊，哇，繁星好好，全队养他。殊不知我跑到月球上去了。对，你不是超高上天了，跑到那个哎，伞兵超好玩，哎，超好玩哎，伞兵真的666哎，很好玩哎，有时候没注意到啊，有时候没注意。不是最好笑是有几次都是猪队友把我打下来的，在上面突然就被打下去。对，我看到哎。有猪队友掉下来，欸、上面有敌军，上面有敌军，上面有两只。因为你那个真的很高，所以有时候即便有发光，可能也没有注意到。我就是要盖很高啊，才用空降的啊。空降666，这个猛。可是感觉这真的盖要盖很久，不会、欸，不会吗？不会、欸，很快、欸，还好啦。嗯，花一点时间哦，还有铺楼梯就比较久一点了，是吧？楼梯是死回去之后才铺的，贴心贴心，铺的如此整齐啊，嗯，超方便的。啊，不是有一不是有一只、啊、那个吗？我们要突袭卢米在挖那个绿宝石，我就问哈基说，哈基坐床上了，他说可以可以，他可以，那就下去，他也跳下去。水太薄还是怎样，他就直接死了。太可怕了！太可怕了！露米小仙有天价，然后就看到哈基崩，摔死了，快笑死！太可怕！我不相信你，地狱倒霉鬼！两位 H， 两位 H， 前面都是 H， 后面就追击，单次死爆核，真的八格。嗯，哇，我的十次，哎，我为什么跟哈基？哎，为什么杰克是？为什么你们没有？为什么队伍换了？杰克是绿队啊，杰克是哪一队的？我刚没有，刚是不是有按照随机分队啊？我觉得应该有按照随机分队啦。我杰克是绿的，哎，对，我变红队了。哎，那你又有按到啦？酱油，你不认我，我在，你在吃东西呀？然后影月比 Terry 还要宅，超宅，本日宅男，就一直守着，不让你们来，一直守在那边，御宅族，下一场，下一场，最后四个人真的没办法，挡不住，真的，而且你还被推下去，你们都冲出来，我们就说啊，赶快冲，赶快冲，没有，是你们冲过来，我们才说我们要赶快冲过去，嗯，还带附魔 CD。啊不父母，哎对你们父母在哪里啊？告诉你们，你们那个神秘商人不是有换到吗？换到没有换到哎，没换。我们只有看啊，我们只能看而已啊。大家经过说，哎，哈基你来看一下那个，哈基，我是作者，我知道有卖什么啦，有竹鼠肉哎。因为那时候我死回去，然后我们也没有人有注意到，对，我是到中间才看到。然后想说哇，你们都换到了，等一下你们。我有点看，但是没换东西啊，没换到。所以你有看到有竹鼠肉吗？哦，没看到哎、欸，我只是点开然后关掉。哎，有猪血肉还蛮精彩的，就是便宜的价钱买到很大量的肉。对，但是那个你吃得下去吗？吃得下去啊，吃得下去啊，可以啊，吃啊。那原型是什么哦？啊，那只是麦块而已嘛。啊，没关系啊，那个是可能是太热了，所以它没活力了，就拿去吃嘛。哎，观众。中暑了吗？对啊，中暑啦，中暑啦。我们啊，本机，咻咻咻咻咻咻，啊，哎呦，中间好可怕，没有，我来地雷，远离，没事，没事，他还没进来啊，白痴哦，哦，他还没进来啊，他进来进来了吗？他已经错了，有人想要，有，哈，先选对哦，先选对哦，好。警队哦，这里。哎呦，想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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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快啊！干什么？哇，真传过来！哇哦，好好玩啊！哎，自己打，好好玩，自己走过去，好好玩了。我自己会吗？哎，会耶，会，自己也会。你应该写个指令，你拿到不会。对啊，对对对对，图错。对，他是船队。不然就西瓜怎么丢我身上了？啊，不然我就这样，我拿到西瓜，全部人一起死。哇哇哇！我包括下面抽奖也是吗？
笑得太激动了。我怎么吹很？你怎么这样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在这里是吗？你怎么了？你是谁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卢米怎么了？是谁？啊！我要告老师。老师不理你，老师不理你，老师不理你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！你怎么改指令？你往前走一下。